好，欢迎我们的靖伦来到我们的台南南方公园哦。谢谢，来慧慧，好。Hello， 恭喜你了，专辑礼拜五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。是的。不过礼拜五大家也为你捏了一把冷汗，看到你为了这个新专辑哦，高空弹跳哎。讲到现在我还有点怕。真的、哦。不止你怕我，那个我看到那个新闻我都会害怕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高空弹跳真的得那种，你有没有惧高症？我上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有，而且我还挑战从前面跳，就往下看的那种。既然要跳，觉得不要背面，我就跟他拼了。那对，当要跳下去的那个刹那，心里在想什么？心里没有在想什么，其实我一直都不敢跳，那我又不想人家那些很多媒体朋友都在那边等，我不想做狗熊这样子，我要做英雄。对，所以就可能有叫那个教练就帮我，就算我自己往前一步，我自己也跳，你也帮我推一点点这样子。所以是有人在后面帮你推，也不算完全是他推啊，不是，我也有跳，他有推一点这样子。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发片实在太辛苦了，竟然还要做这种实在是哈。如果说没有发片的话，是不是应该是不会去特别做的这个事情？对啊，对啊，新人嘛，辛苦的人。好一个解释哦，不愧我们成语王了哈。新人跟我们说辛苦的人哦，这个“新”跟那个“新”不一样啊。不过应该谐音了。是，不过刚刚我们听到这首《月光》好不好听啊？好听，好听，对不对？那这首《月光》呢，我们看这个 MV 也拍得非常美哎。而且呢，还是这个女主角呢，还是这个当红的，现在我们还。海角七号的女主角中千惠小姐，第一次跟她合作吧？对，第一次。那觉得怎么样？觉得怎么样？觉得她非常的专业，非常专业，而且很入戏。就她一来的时候就一直笑笑啊，笑脸迎人这样子，然后就好像已经是我的女朋友这样子，已经进入那个状况。所以两个人有没有需要在拍之前先培养一些默契？也没有，只能可能就聊一聊，大概要那个情景要做些什么事情。所以两个人算是拍的还蛮顺利的啦。对对，没有什么 NG 的镜头。哇，这应该 是有了，没有那么多次。这应该是你第一次拍MV 吧？对啊，对啊。然后第一次就可以很少 NG， 这还真的是难得。其实有点后悔，看 NG 多一点。真的，现在才说出真心话，太迟了，太迟了，对不对？下次呢可以把握一下。没有了，这其实拍 MV 还蛮辛苦的，就尽量不要 NG。那大家可以早一点回去休息。那像这个第一次拍 MV 也算是一种演戏嘛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觉得说，哎，拍完了之后，你觉得哎这个演戏的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想过以后是不是有机会？会的话也想要来尝试一下，譬如说偶像剧的演出啦。可以咯，可以演，不过可能先从配角开始，或者是客串之类的。是，对，不要一来就单那个重任这样子。我们的靖伦很谦虚哦。不过呢，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他这个演戏的作品之前，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要推荐我们专辑里面的好歌，对不对？对 对, 对。刚听一首《月光》是绝对不够的哈，所以接下来是不是继续跟大家来安排什么专辑里面的好歌？对对，接下来会带来这个我自己也还没有唱过，所以有点担心，因为那首歌是我自己觉得专辑里面最难唱的一首歌。真的吗？哪一首？而且歌词又超多的，对，叫做《慢半拍》。那歌词记好了吗？刚才在车上是 OK， 不过看到这么多人这么热，加油加油！那待会前面的朋友们，好不好？麻烦你们哈，如果呢有发现靖伦有点稍微忘词，麻烦大家一块提词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欢迎我们黄靖伦带来这一首《慢半拍》，掌声欢迎喽！好，谢谢。